原标题罕见郭富城带着全家去盲肠，但他的指甲油太夺目了。昨天郭富城带着怀孕了二胎的老婆方远和女儿一起亮相盲肠参加活动，两人全程牵手大秀恩爱，方远明显看着胖了不少，小腹微凸，脸双下巴都有了，看来至少已经有四五个月了。郭富城全程都没放开方远的手，一直保护着怀孕的老婆。这次最罕见的是，很少让女儿公开露面的郭富城竟然带着女儿一起来了盲肠。记者问是否带了女儿，他回是呀，今天带着老婆和女儿来，原本想抱着女儿看跑马，但外面很多人，他留在室内也玩得很开心，见人多就跳舞，将来等他长大一点再带他看马。学骑马一岁零三个月的女儿面对媒体拍照看起来十分惊恐，虽然只露出了眼睛，能感觉的到浓眉大眼继承了父母的优点。这次郭富城带妻女出席活动，最夺目最炫彩的还是他金色的指甲油。都知道方院很喜欢做指甲，甚至自己买了一套专业装备在家自己做，不知道这次郭富城的指甲是不是方院涂的，看起来怪怪的。前几天方院晒两人的一起过圣诞的照片，就被细心的网友发现他涂了金色的指甲油。54岁的郭富金色的头发配金色的指甲油，这饭完全不像是马上快奔了的人。